走遍各国，吃遍美味，念念不忘还是家乡味。传统小吃超高 CP 值，每一口都有感动的滋味。我看你吃好好吃哦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猪油拌饭的，然后偶然之下吃到这油饭，我觉得这很香。我今天对油汤改观，是不是？嗯。有加蔬菜跟水果，哎，这汤超好喝的，我觉得为了你的鹅肉，我可以搬来永和哦。今天晚上10点，爱玩客之移动厨房，出动。